Hello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，欢迎回来 UP 主的频道。那么呢，今天呢，UP 主教给大家的是荒野大镖客二线上如何卡大人战局100%有效哦这个方法。首先，你需要找到一家德州扑克，然后主办下私人牌局。接下来，系统就会转加的界面，这个时候呢，它就在创建私人战局了。接下来呢，和你的朋友语音沟通好，告诉他即将接收到一个邀请，但是呢，先别接受。接下来你要做好离开这个私人牌局的准备，一定要语音沟通好。接下来当他说接受邀请了，然后呢你默数3秒，3、2、1，然后按着 B 不放离开这个私人牌局。说到这里，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是怎样一个原理了啊，就相当于你通过一个活动创建了一个私人战局，对方加入你这个私人战局，却发现房主不在，然后这个活动呢虽然被取消了，但是呢私人战局得以保留。好的，现在你的朋友呢已经成功进入到私人战局了，让他来邀请你，你就正常加入就行了。好，现在我已经加入了战局，你可以看到整个战局就只有我们两个人而已啊，这也就相当于私人好友战局。好，接下来我换一个视角给大家来看一下，这次呢，朋友来主办私人牌局。邀请收到了对吧？嗯。好，先别点，我数一二三再点，一、二、三，点，三、二、一，对。你在看云了没有？你在不看还是在没？可能我在看。是的，附近没有一个玩家了。好，拉我。拉你。邀请我就是。好友。来，邀请加入战局。这个方法呢，无论是在 GTA 还是荒野大镖客2，很多 bug 呢，你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操作。好的，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喜欢的话，不妨点个赞，加个订阅哦，获取更多的荒野大镖客2线上攻略。那么呢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